据台湾媒体报道，李嘉欣与富商许晋亨结婚十年，儿子 Jaden 已七岁大。不过李嘉欣仿佛如吃了防腐剂一般，岁月完全没在他脸上留下痕迹。日前他盛装出席慈善音乐会，冻龄美貌更是令网友赞叹不已，完全看不出他已48岁。随着儿子逐渐长大，李嘉欣何时会再度复出拍戏令人好奇。不过他直言自己已拍戏多年，现在很享受妈妈这份新工作，目前对演戏兴趣不大，除非遇到好的机缘。而李嘉欣也与天下父母一样望子成龙，期待儿子将来也能像他爸爸一样从商做生意。但儿子数学普通，反而喜欢文学阅读。另外他也透露小孩理财方面是由老公负责教育，曾带他至汤房体验，要儿子知道自己很幸福，不可以浪费。李嘉欣婚后的家庭在娱乐圈是公认的幸福之家，老公许晋亨原本是有名的富三代，人称钻石王老五。自从2008年娶了李嘉欣后，就把更多心思放在家庭上，与妻子的关系更是恩爱有加，十分甜蜜。李嘉欣曾自曝他是怪兽家长，对儿子的教育非常严格，一般情况下禁止老公插手教育儿子。